怎么了？玩手机玩太久了，一直流泪。可怜一下你的眼睛吧，赶快放下手机，一起跟着中医师按按穴道，舒缓眼睛疲劳。如果它是眼睛的酸涩，攒竹煎饼是一定排前面。然后像用眼过度的按一个叫做竹林器，那你就必须要把我们眼球周围这边我们这个所谓的点，就是卡点的，就是说它会有阻塞的地方，你就必须要把它推开，推着眼眶四周，这个所谓的眼眶骨四周的时候，你就会摸到结节，就把它推开。苹果动新闻，眼睛要顾好，报道。